我们要这样假笑，一二三。热门实境节目《来吧营业中》播出后收视表现亮眼，第一季也将在本月底进入尾声，接下来就要面临拆伙啦。炎亚纶有感而发的在脸书写下：“人才是屋子的灵魂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陪伴了大半年，岂是轻易能割舍的？”为什么要跟节目组对干？因为制作单位和电视台决策分歧，将分别各自录制新一季。TVBS 保留节目名称，但原班人马只剩杨明威。而好看娱乐另起炉灶，节目改名为《嗨营业中》。除了原班人马炎亚纶、鬼龟、姚元浩、妥宗康外，近日更爆出找来新血李玖哲、耗子入主。营业中，有接着是吗？营业中，我也没有被通知啊。谁告诉你的？新闻。新闻哦。还是你在装？我没有装傻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啊。当事人是不清楚还是装傻呢？对此，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，好看娱乐副总经理王珍妮回应，有邀请很多艺人，但是都还没有确定，有确定会跟大家说。大家可以好好期待未来有两个营业中可以选择啦。